梦想总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昨天有个兄弟批了一个无级别，今天那种批出来的幻想的属性就出现了在这个号里啊。然而底子还是个九尾冰狐青蛙瓷的，综合的经验我看下多少亿，240亿。老板，这把武器虽然你得到了一把神器，但是你缺少了很多东西，你缺少的就是贫穷，你丢弃了贫穷，尽享有钱人生。打毛脑会继续捡命中吗？会，但是捡的会很少很少，参考那把刚才那把弓箭。要是多个穿刺，这个跟你讲，这把武器已经到顶了，不需要再有什么了。理论上的最好的160的武器，也就是比现在的61命中不减，然后再多包括三十转命中，也就比现在再多3.3伤害，就是160级仙族的最强了，没法再强了啊。兄弟们，我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，把他的号下了。他的号有种神奇的魔力啊，因为你一上就要想上一天。老板上去刷经验吧，先把口袋刷了啊，然后先把门派转了，然后再把箱子开了，五行修业刷了啊，20个上古灵符送了，剩下的好像没啥太快的啊。感谢我们6405哥啊，也恭喜6405哥喜提超级神器啊，这个是梦幻西游殿堂级别的武器了啊，可以跟那个啊花木兰啊，可以跟木匠啊，可以跟宝珠啊，可以跟那个啊第一剑，可以放在那一排里了啊。等会儿喝一半，我想想看看他的 IP， 真的是广东，广东省广州市啊。喝的他妈啥玩意儿啊，人家出枪你他妈不开心呢，再喝一瓶。这瓶绝对快啊，恭喜蒙度哥啊。这瓶太猛了，卸了一下压。